今期不老八十，我哋请到三藩市第一区市参事陈思敏。究竟而家喺列治文区嘅长者服务情况系点样样咧？完全系可负担房屋，系专门系俾老人家嘅。你咩时候打311咧？譬如讲你要清洁街道又好啊，或者有人帮你执垃圾又好啊。点解打311对华人社区嚟讲咁重要？星期三下昼六点，不老八十。本节目是由安乐居特约赞助，安乐居拥抱安乐人生。